这里是算应该算是退西院，退西院，然后玩那个经济道金九，不知道中文叫什么。那这边就是一户人家的家，那它前面一个小小的广场，然后它就有准备这个叫 Edu House， 然后它有贩卖机。然后贩卖机呢，里面有卖饮料，运动饮料一开罐啊什么的，还有泡面，都有。水呢是从1000元1000块钱起跳，然后最贵的就是那个宝特瓶的那个运动饮料2000，然后一开罐的话都大概都是1000元，那泡面也是2000。然后旁边还有这个咖啡，就托比斯咖啡，然后还有这个热水可以让你冲泡面啊。然后刚刚才发现到它前面这边有一个水可以让你洗手的地方。这边是骑脚踏车的人，骑自行车的人，一个休息的那个中途站，蛮不错的。宋太公。